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佛的32相啊，最后的3相啊，就是第30相的牛眼结相。这个牛眼结相呢，又叫做眼如牛王相、牛王结相，就指佛有睫毛非常的整齐而不杂乱。此相是由观一切众生如父母，以思一子之心怜悯爱护而感得。那这个地方讲的当然就是佛的庄严法相。我们在看这么多所谓庄严的法相的时候，不要掉到着相上面，说佛长得有多好看，菩萨长得有多好看，多庄严。重点是我们自然感得的，那这个感得是因为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看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其实严格说出来，是真的有这样的因缘。如果说生命不知道从何开始，我们就有了那个轮回，一世一世的投胎转世，其实不知道经过多久多久，自己从来不记得，生死生死一直在变化。那在这所有一切里面，都非常有可能有机会跟这些众生结过相当深厚的关系。那这些我们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也都知道，佛告诉我们，众生都是我们累生累劫的父母。但是呢，我们对于上这个孝道，大家就不尽然有那么的孝顺。所以对待所有的众生的时候，每一个众生都要如同对待自己唯一的儿子，这样去怜悯，去爱护他。那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其实从社会的现象里面都可以知道，孝顺父母的比较少，那孝顺儿子女儿的比较多，所以大家是往下孝，然后往上呢，不是真的非常的顺从。那所有的父母都要学着一点，就是放下吧，不执着。然后所有愿意给的，都是用无所求的心这样给出去。所以如果你只是往下笑的时候，真的要无所求，无怨无悔。但是看待生命走来的这一段，当自己是父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样的心去呵护自己的孩子。如果能够同等的回溯自己的父母是如此的对待我们，那就比较容易去契入佛所说的那种深度。每个人呢，父母在的时候，不顶认为这个父母有多么的重要。但曾经啊，问过那种70岁的，他的父母往生之后，问他说，你都已经是阿公阿嬷了，当你父母往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触？然后这个70岁的这个修行人，他是一个修行人，他说，我虽然是70岁，但我父母往生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孤儿。他说在生命里面呢，我认真的去想起来，当我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到父母，我不会去想到其他的人。所以有的人在临危的时候都叫一声什么，哎呦妈呀那当受到很大的灾难的时候，会哭，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然后觉得生命不一定有很多人是支持你的，可是他觉得曾经得过那个完整的呵护的那个100%的爱恋，是来自于父母。
曾经是襁褓中父母这样子的把你搂在胸口。所以这个70岁的老者他说，我父母亡故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孤单啊。我说你有家里的这个同修，他说不一样哎，同修他是一个相知相惜，他的怜惜是一个习惯，但是父母他永远会原谅你，但同修或是晚辈之间他有所谓价值的东西，他会去评估值不值得，合不合理，要与不要。可是父母看儿女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原谅他。我们总是有很多不了解世尊他所说的话是这么平淡无奇，可是背后他就把我们人心里面那个很大的分别心跟那个缺陷，他只有很简单的要观一切众生如父母，以思一子之心怜爱怜悯爱护他，这样你生命就是全然的众生平等。所以佛为什么感得牛眼结相，就是因为他的大慈大悲大悲。那31呢是顶髻相，就叫肉髻相，是顶上有肉隆起如髻形之相。这个相怎么感得，系由教人受持十善法，自意受持而感得之相。就是佛啊，他在因地的时候，当菩萨的时候，教导众生要受持十善，才不会有恶果报。那这样来开启我们的佛性，自己也是很谨慎的实际的在受持，所以自然感得之相。其实像这些哈，还是有他的因缘果报啦。你说福报再好，有的福报再好，一样的父母生出来的模子也不大一样。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果报，有的人长得庄严，心理不健康；有的人身体某一部分有缺陷，一样的基因就是一样的父母啊，配对出来，有的时候就有的有疾病，那有的是健康。那这上面就是个人修行，所以他的正报不同。那至于自己所结构的结构因缘果，在这个医报的世界这个医报的环境啊条件，这些享受的也不尽相同。那这里就不再讲太多。第32相叫白毫相，眉间毫相。就是佛的两眉之间有白毫，柔软如兜罗绵，长1丈5尺，右旋而卷收，以其长放光，故称毫光。也就是这个眉间呢，有一丝很细的白毫。那在放光的时候，这个光芒啊，就是从眉间这样放射出去。那这个是怎么感得的呢？是佛他在因地的时候见众生修三学，戒定慧三无漏学，然后称扬他赞叹他，所以能够感得这个妙相。那这个地方我们都是难以了解啦，因为这个白毫相光这佛放光，我们没有办法碰到佛在世啦，只是对于这个佛放毫光啊，佛放光有一些很赤诚在忏悔跟很赤诚在修行的人啊，真的偶尔还听过一两个故事，他们真的感应感召。话说有一个小男生啊，这小男生在国中要考高中，然后他家里还有一个叔叔，那这个叔叔啊就特别疼爱这个小侄子啊，小侄子。那有一天呢，就是有一场大法会，那这个叔叔是学佛的人，他就想说你要考高中了嘛，啊，总是脑筋要清醒一点，然后请佛菩萨慈悲加倍啊，
于是就带着这个小侄子去参加法会。那这小侄子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忏悔，他就不觉得他有做错多少事啊，太年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叔叔倒是懂了，虽然没有结婚啊，40岁左右，他是懂了，人还是有起心动念的造作。话说那场佛事，那场法会的时候，这个叔叔就一直在旁边跟他说，大家吃大家吃，他就小孩啦，尿尿他的尿啊，站不住，坐不住，跪不住，他就一直给他吃下去，一直给他吃下去。然后这个忏悔啊，礼佛，他就跟他说，你礼佛你要好好的礼，你要好好的礼。那这个小男生其实心地是善良的，可是他不是很懂得这个忏文里面的东西，念佛也不知道念佛到底要念些什么，他内心没有内涵呐。那这个叔叔就一直拉着他，拉着他，可是慢慢熏习熏习熏习，到有一天呢，就是法会要圆满的时候，那这个叔叔哈，这叔叔站在他的左边，他的母亲来了，这母亲站在这个孩子的右边，那这个母亲啊跟叔叔同时啊礼拜这个诸佛的时候，就祈请诸佛慈悲现全身，让所有这个与会的大众都能够见佛您的光明法相，就庄严的法相，让我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佛子们也有机会真正能够信心不退。他这个母亲呢就礼佛，然后内心又想着诸佛菩萨的弟子某某愚昧啊，教而无方啊，教子无方，所以呢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怎么样的好人，虽然我发了心要好好修正我自己，反正就是很惭愧忏悔，真实的惭愧。然后于是大家就拜拜，诶，说到拜到这个时候，他起来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哦，一头摆都起来，怎么讲呢？因为他就看到佛的这个眉间呢、啊，我们一般佛眉间是不是有镶一颗，镶一颗那个，哎，那种叫钻石啊，水晶啊，钻石。可是，一样的时间，这个室内的灯也没有移动啊。可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佛，这个就是眉间放毫光，就是很亮，然后转，他是看到是这样，那个毫光很亮，然后那个佛的脸就模糊了，他就看到这个很亮，然后这样转，那个光芒是有转的，然后再收回去，他就愣在那里，那小男孩自己讲的。啊，弄在那里，然后这个叔叔过个七又给改摆啊，他心里想说刚好就有代志，就再起来看到紫色紫金，看到紫金色，这个我们一般那个法会中的佛像都是金的嘛，好，它不是那个玉佛或是什么，它是金色的，然后他就看到那个金色佛啊。它是紫色，紫金带着紫，他就看着佛是紫金色，一共阿奈变钱，那也阿奈，他又愣在那里，该摆阿叶叔叔过个气了给。于是他下去的时候，他就跟他叔叔说：“哎、欸，你看，你看，你看，个奇怪嘞。”他说什么了？他说：“你起来看，你起来看，你起来看。”他跟他叔叔很熟，于是摆了给。起来说，华严叔叔卡了呀，因为他也看到紫金、紫魔金色，他也看到紫魔金色。好，两个都躲起来呀。哇，他跟母亲就说：“你是安怎？你是安怎？”因为这是相应者看到，不是每个人都看到，而且这个孩子拜了好几拜，都看到在叫这个叔叔，这个叔叔才看到。可是两个一对说：“你刚刚看到什么？”紫色，
两个同时说紫色，因为他是叫他看而已，他并没跟他说他看到什么。这是其中的一个男孩，另外再讲一个医学院的男生。话说我们这个佛是无处不现身，就看你赤诚相应。然后这个法会里面，我们不是都是三宝佛吗？不是说世尊吗？弥陀跟药师如来嘛。话说有一个医学院的男生，他去参加这个法会，他去参加法会哈，他就有些能懂，有些不能懂。然后他就拜拜拜拜到这个第四天的时候，他就拜到第四天，因为他全家都是佛化家庭。他拜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佛讲，他说：“药师佛，真的有你这一号人物吗？”还给他质疑一下，年轻人，你合理的质疑啊，世尊并不会跟你说你不可以啦，没有人可以去，没有人可以去左右你的自由意志。他说：“药师佛，果真有你这一号人物吗？我是要当医生的人，我根本就没有想我要不要成佛，可是我有一个心，就是我真的想帮助所有的生病的人，这个就是我要当医生的唯一原因跟唯一目的。我也不知道我的医术可以好或是医术不好，因为我还在读书，但是我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的学，我不可以误，就是误诊。我发愿一定要帮助众生，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浑身解数，就是要医好他的病。你果真有这号人物吗？你听得到我在说什么吗？这个医学院的男生，他就发了这个愿。于是第四天，他就拜。他就拜到下午的某一段，这都是他们自己亲口述的。因为这些孩子，你告诉他什么，他也没有去印证过经文，其实他也没有读过紫摩金色，他也没有读过白毫相光，没有，他只是被逼着或是因为自己的善根而去。这个说医学院的这个男生，他拜下去，然后起来的时候，他就看到右边那一尊，其实他还不顶认识哪一尊是谁了。很多人拜足久，用拜拜讲，手罗神就赶快，你是安怎灵呢？当然就是以这个法器来作为分辨嘛。他拜下去，他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就看到右边这一尊是透明的，他本来是金色的。就变成金色，然后就转为透明，像水晶。他是这样讲，他说是转为透明的。然后他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他就是整个人就，他所有空间旁边的这些同参道友这些人都不存在，他就进入到一个世界里面，就是全部都是。玻璃就是水晶啊，全部都是水晶，然后整个是空间感，它不是这样平面的看到一尊佛，就是这个世界它是立体的，它是立体的，就很宽很宽很广很广，然后是水晶这样子，然后它在里面，它觉得非常非常之清净清凉，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在旋转，就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的这个很清净的东西，然后再旋转，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透明、清洁的，然后再旋转。他在里面就是刹那都忘我，然后刹那都忘我。当然了，这个法会中有声音嘛，什么佛，那个时候的那个调子也不一样了。他觉得那个声音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当然这个等一下一个时段就回复，他也愣在那里，因为他的愿跟佛的愿是一样的，他那个心是一致的，
那个心虽然他不是使用我们惯有的经文里面的文字，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其他一都不要用。可是他那个心又真又广又深，完全没有瑕疵的，全然的。然后下了殿之后，他跑到前面去看那尊佛，右边，然后他就向人家问：“请问这尊是什么？”“药师如来。”这就是相应佛菩萨现应化身给凡夫，现报身给地上菩萨，但是他必须去应化，让这些佛子们不退，而你愿意争。然后后来啊，这个医学院的这个男生他就讲，他说哦，真奇妙。他说每次哦，医学院总是会去实习嘛，医院里面不是说常常有人往生嘛。他说真奇妙，我每次念啊这个往生咒，我想说啊，这翁心都要打翁心咒呢。啊，念往生咒，两两两两都会跑去药师咒后面的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他就会就转去那个药师咒，然后他念几句就要给他拉回来，拉回来往生咒，他就会转去药师咒。那个药师咒，那个药师法门，就是他的体啊。啊，他后来就说：“哎，请问一下，西人敢不在念？”一个有数据，其实没差。你赤诚要帮助众生的那个意愿，全然佛佛是皆相通，佛佛无不同，只是众生有相应。但是你所使用的是那个实相的清净的意愿，跟要帮助他、祝福他、发现他生命的瓶颈，找出他的佛性的光芒。所以在他听来，在这个王者听来，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放下放下，你该走了，去吧，去佛国净土，他的意涵就是这样，对不对？那至于他会走到哪里去，当然与这个王者有关。这只是在讲说所有诸佛的相，只是一个我们在人世间让我们知道因果不爽，那这里面都是行百善得一妙相。但百善不是说一百件好事我就得这个一妙相，这个百善，这个百是具足，是一个寓意啦，是具足的意思，所以称为百福庄严。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三十二相，不是要让我们进入所谓庄严的相，而是我们了解诸佛之正德圆满，是有其真实的修行的功德力在里面。那这个地方哈，回到这个第一愿，这是里面的三十二相大三十二大丈夫相的补充解释。那第一大愿就是这个药师佛，他说着。他说：“希望我来生来世得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我自身的光明，这个光明不是我要放毫光，我要放什么光？不是，是他修行所证得的智慧，如日一样能够照亮一切的世界。是因为他的清净，所以法身的智慧光明无量无边。然后，如果众生有色身的，有需要以相别来度化的时候，他就会用圆满庄严的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跟维系隐于内的八十种随行好，让众生看的时候就能够提起正念，发起清净之心，也扬起要跟随着佛修行，
意愿啊，自尽其意，这样。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众生跟佛都是一样的，佛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找到发现我们自己本来清净的佛性，我们本有的智慧德相，所以佛都是尊重众生的。生佛平等愿的第一愿，第二愿叫开小事业愿。那开小事业愿也是非常有内容的。我们有时候读经典啊，只是短短几行，是不大能够了解的。透过这么多的古大德，还有我们大家用细心的来了解，你就知道佛的每一愿呢，都不是这样嘴皮说说的，他是用了多少时光，他的行多少菩萨道才满这一愿。这里面呢，我们来读几二哈，开小事业愿，第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光明广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厌往庄严，过于日月，幽冥众生，悉蒙开晓，随意所去，作诸事业。这个愿呢，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细解它，就不知道佛为什么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六道当中度化众生，从来没有障碍。我们不要以为佛只有在人世间度化我们，他这一愿呢，明这幽冥众生，冥界众生，他说第二大愿呢，在遥远的未来，当我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的时候，我的全身啊是清净如琉璃一般，里外啊通体透明，清净的没有一点点的瑕疵与污秽。我们是色执身，我们是很臭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佛愿意让他自己在这个里面能够转成这样清净净琉璃身。然后这个净琉璃身现在幽冥众生所见到的地方能够度化他们。他说光明广大，我身上所发就是发射出来的这种光明是炽盛的，是广大无边的，照耀无量无边的世界。而这里面呢，是因为我具足圆满的功德，这个功德巍巍是个形容词，表示高大。这个功德圆满无等伦，里面来涵盖佛跟实地菩萨才有的大慈大悲啊，这些内涵呢，正念智慧不恐惧，用这样的一个功德法身，或是有像冥界众生所看得到的样子，这样来让众生摄受，然后带引他。佛自己呢，自身善于安住在寂然的禅定里面，他是安住在禅定中，厌往庄严，身体所发射出来的光芒，重重叠叠，重重叠叠，如网一般交织，庄严无比。这个是比喻佛的光明重重交叠啦，啊，无尽无边际，犹如地势啊，就是地势天的诸王。那这个光明呢，有多亮？过于日月。过于日月，
那超过日跟月的光明，因为日跟月的光明是我们凡夫众生可以懂的跟想象的，可是见过佛光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佛光你不能够比宁，不能拿日月来比宁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举例，他没有办法比宁，你也不可能再有杂思杂想。然后呢，自己身上所发出来的这个光芒，让幽冥众生、冥界的众生看到这个光明的时候，心开意解。西蒙开晓就是得到了启示，然后呢，开悟了。小了自己，小了自己，反观，回光返照自己，这个生命全部走来的过程，走来的历史，今天才是变成幽冥众生。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佛光的时候，它如透明的、光芒的、无所不渗透的，让你去看到自己生命的历史。这个时候呢，就会放下贪着，随意所去，随着自己应该要继续走下来、继续走下去的那样子的志趣，就是往善的方面提升出来了。因为他西蒙开晓啊，那自知应该要怎么走上去了，不再留恋，不再眷顾，所以。这个心完全放下来，勇敢的往前走，完成想达到的理想目标。这个时候做诸事业，这个理想目标绝对不是我要来给你讨钱。幽冥众生，这个地方这一愿是非常奇特有意思的，